啊，各位同心，大家晚安，大家好，晚安，晚安哈。啊，刚有食饱啊？有啦吼。其实吼，恁伫这礼拜吼，啊来上咱初级班吼，我感觉讲咱真正为着台湾的未来咧拍拼，咱精神可嘉，是毋是讲互咱家己一个破声？因为咱拢知影，蚊仔仔吼是传统，吼传统。为什么讲传统呢？因为未来吼，咱台湾民政府要脱亚入欧。啊，不过呢，过年过节啊，咱都往那过过六十年啊，啊咯，惯习惯习啊，吼啊，所以讲蚊仔仔是中秋节，所以我在这边也要。祝福各位中秋节快乐，好，中秋节快乐。那在这边，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姓吴，口天吴，民谢惠顾的民，宏图大展的宏。那目前所担任的职务是新竹州的知事。哦，讲地书有可能人一般听较袂清楚啦，吼，因为知事是在日本，吼。他们就用这个名词，那我们听到了，像在如果在美国的话，大部分他们都用州长，啊，拢州长。啊，简单讲，地书伊就是那像州长同款，哦，职称大概就是这样子。那新竹州所管辖的范围，未来啦吼，在新即马咱讲的新竹郡，哦，新竹州下底有九个郡。哦，就是咱新竹郡，哦，新竹市，啊，新竹郡、竹北郡、大溪、中壢、桃园、大林、三树、新海、三重，啊，都有九个郡，都伫个新竹以北，吼，伫个北里以南。哦，沙宁波以南啦，吼。那么，咱呢，在整个大林郡，它要管辖到五股，管辖到八里。哦，所以讲，伫这边家吼，未来拢是新竹州，咱的管辖，好、哦，咱的管辖。啊，咱这节课吼，咱的题目是啥物会？快乐法理革命。啊，为什么？咱先来探讨一个问题，吼。自古以来，为什么要革命？哦，一方面做了无好嘛吼，啊，另外一方面就是安那，为着私人的安那欲望，哦，为了个人的，大部分啊，若认真讲起来，大部分拢是为着什么货？为着要做王，为着要做皇帝，哦，所以他们发动什么？哦，咱即马讲一个武装政变啦，吼、哦，啊，那古早就是安那，用武力安那，啊，甲推翻这个皇帝，啊，家己来做皇帝，安尼。咱有去过中国的迄个所谓的紫禁城无？因即马甲改做故宫，咱有去过无？哦，你若有去过吼，伊有乾清宫啦，拢总有三个宫吼。啊，就是讲，因即马皇帝要造巢的所在吼，就伫个中，吼、哦，迄个，应该我也无记唔着吼，应该乾清宫啦。啊，紫禁城吼，伊有999间，有啥无用1000间？对，讲对了，伊讲啊，要长长久久啊，长治怎么样？久安。所以讲，伊个房间吼。我查一间，啊，就安那，就1000间啊。啊，你若去过紫禁城吼，伊个标准的哦，就是坐北朝南。有听过安那什么斩首？午门斩首哦，推出午门斩首。啊，午门就是哪一边？南边。嘿，啊，所以伊若坐北，安那向南。啊，所以伊若斩首啊，拖出午门，就是安那，你打要入去的迄个所在遐，就是午门。所以你若去入去的时阵吼，
啊，伊都一条路尔，一直行，啊，行去到遐分两边安尼，啊，边啊拢房间啦吼，啊，以前咱都听过嘛吼，皇帝有几个某？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嘛，啊，到尾啊都安那，都较早死嘛。嘿，因为自古以来皇帝，敢那登位是会敢那少嘛，嘿啊，啊拢啊都无娶济啊，所以讲咱大明政府吼，很严格要求。一夫一妻，嘿，别再欧北来哦，欧北来会被鞭刑哦，嘿，吼，所以下摆，吼，咱讲咱在座，吼，加一挂，吼，男童星，当然希望女童星马上 A 啦，吼，只是这个要刚好有谈到这个吼，我们要特别谈一下。你老去过紫禁城哦，你甲看吼，伊安尼居高临下，然后这样子文武百官吼，安那趴底下有无？啊！吾皇万岁，万万岁！我啊，趴底下呢。你感觉那个那种那个感觉吼，一点都无同款。啊，过来哦，以前是咪拢帝制，对不对？拢皇帝嘛。啊，皇帝掌掌什么会？生杀大权。伊要让你生，就要让你生；伊要让你死，就要让你死。咱有看过《鹿鼎记》无？有没有韦小宝啊？有无？啊，韦小宝因师父啥物人？袂歹哦，咱拢无咧看电视，真赞。有无？即句话叫做啥物？生平不是陈近南，就算英雄也枉然。有无？陈近南就是安那韦小宝的师父。啊，伊是安那？因生活伫咧清朝嘛，都伫咧康熙的时阵。啊，伫咧整个清朝将近三百年、两百八十几年的历史当中，其实在康熙就在位六十年，所以你的文字武功其实做到就好诶。伫康熙皇帝的时阵，伊咧做皇帝，百姓有书念，吼、哦、啊，大家拢有饭通食。其实迄个时阵吼，其实是蛮稳定的。蛮安定的，而且他又怎么样？他引进西方的文明。康熙皇帝尤其一头开始做先进的哦，他引进西方文明，所以在当时那个康熙皇帝在治理的时候，其实是非常好的。但是你反观哦，在明朝，有听过锦衣卫不？黑罗那像秘密特务赶快呢，啊那皇帝派去。民间呐、啊，一寡只啊，因只啊，一寡大官的身躯边，啊有啥物问题，哎、啊、就叫伊干呐，把你处理掉去安尼。所以在明朝，其实他整个是苛征暴富，就讲迄个税啊，扣足重。啊，其实到尾啊，你看伊只百姓嘛，拢生活了无好啊。可是你看，以陈近南他们的思维，就认为说，他们一定要做什么动作。反清怎么样？复明。啊，伊袂去考虑着讲，即马即个皇帝到底是伊做诶，是对即个百姓好，还是歹？啊，是讲即马即个百姓即马生活含以前个生活比较起来安怎？因无去考虑遐问题呢。你看，咱来讲着讲郑成功，讲着蒋介石。哦，咱摕这個来向大家吼，咱来了解一下。咱以前是读着拢啥物历史？啊，咱甲咱来甲大明政府，咱来了解啥物货真相？因为历史的东西，它是很好玩的东西，而且是真相就是真相，你袂使安那去扭曲。啊，咱唔是啊，咱七十年来拢受的拢安那无正确的教育啊。我请教在座各位吼，咱拢以前读册拢讲郑成功是什么？民族英雄嘛。好，有谁可以告诉我他英雄在哪里？咱读册拢在讲啊，郑成功是民族英雄啊。英雄在哪里？伊来个台湾二十一年的时间，他在1661年打败荷兰嘛，进到台湾嘛。从台南进来嘛，对不对？好、哦，从1662年开始，
一直到1683年被四郎打败嘛。这二十年的中间，他对我们台湾有什么贡献？我们稍等来说这个，好不好？为什么我们要说这个事？革命。为什么我们要用这个快乐法理革命？以前的革命都怎样？对，要震惊，对不对？要写什么会？像我们这么年轻，后面帅哥在写什么会？与妻诀别书，有无？林觉民啊，伊应亲亲如晤，有无？二十几岁啊，尔呢？咱敢有希望讲，咱家己去做这代志，还是讲敢有希望讲，咱的囝儿是谁去做这代志？为着要革命。啊，不过咧，为什么咱今嘛爱革命？在座各位同心，咱有理由讲，咱今嘛这个政府。真好诶，请举手。把咱诶治安、咱诶经济、咱各方面拢做到最好诶，请举手。无要紧啊，我都可以认同。啊，所以讲，咱都是因为无可能，所以讲咱都安啦，要革命。那我们需不需要拿着枪杆子上战场？那需不需要用武装政变？不需要。所以说那是用什么和平包含我们9月13号、哦、我们整个全台湾六州的整个大游行那你投红这么大我们有台北州、宜兰州、新竹州做伙办的将近2000人我想这两天你们有看到那个游行的影片嘛对不对是不是很壮观然后是不是让我们很感动你看哦我们在整个队伍当中哦这样走一两点钟我跟你说我们都点点没什么声音呢我们就是把我们的口号让所有的整个台湾的这些百姓他没了解法律的要来了解让他们了解说我们台湾政府这边怎么执政、啊、就是怎么我们革命怎么样即将要成功说到这我想要先来讲我自己，因为咱今日初级班嘛。伫个两三年进前，我才跟民政府结缘。啊，当时候我只是一个，我一直以来就从事医疗工作。那我在台北执业10几年，那我的整个服务的对象跟阶层哈，大概遍布各个阶层。政界的啦，吼，有这些部长啦，这些官员啦、立委啦、议员啦，然后另外的当然是咱一般的百姓、属农、工商，也是讲咱今嘛看到的这些艺人，哦，真侪拢是外患者，所以讲我得到的资讯啊啦，会比人较侪，会比人较侪，所以讲我会听到真侪啊啦，无公平、无正义的代志。我请告各位，咱家有客家的族群的，请举手。客人，好，请放下哈。好，咱今嘛，咱是不是专台湾大概2300万，将近2400万，对不对？你客人是不是一比咱家所谓的本土台湾人，哦，是不是这个人数仅次于嘛，对不对？是不是？可是你看哦，客委会一几年才补助偌济？这位同心，你猜猜看，政府啊，你看，哎，恁几落百万人呢？啊，一个客家委员会哦，一几年半5亿，一年半5亿哦。后来，咱敢知影，咱有听过退辅会无？有无？你敢知影？因即马伫台湾哦，总阿强啊，加加咧，凡说无200万人。咱敢知影？国民党、民进党伫个立法院哦，这个法案通过，1毛钱都不敢删哦。你知道他一年编列预算多少？猜猜看，
你有看看咧？你客家人上少超过600万以上哦，变5亿，对不？好、哦，好，退抚会，即系所谓的老欧啊，因组成的即系好退伍军人，其实是难民，可是到台湾来之后就变成什么农民，好、哦，好。因一年安尼拨偌济，咱的血汗钱哦，咱的一点一滴咱缴的税金哦，无注意压线闯红灯，伊就甲你砸落来开单哦，无就用迄甲你翕到嘛开单哦，啊翕到缴好的钱啊，摕去互因开安尼，你毋知因一年拨偌济？这样是多少？30太少了，300亿。300亿啊！请到在座各位，你有健保卡的亚手？有健保卡请举手。好，请放下，谢谢。你无咧纳健保费的请亚手？为什么你爱纳？为什么你看病爱钱？为什么你遐看病免钱？当一年拨300亿啊！够公平？那你拍病比人较少吗？再来，有一天吼，阮阿舅啊，伊都食老想袂开的，看了无几岁啦，60几岁，啊退休啊嘛，啊退休啊，有一天吼，去伫迄个长庚医院吼，啊长庚医院有附属那个一种养老院啊，啊规划的很漂亮，啊想讲啊，食老去了，啊那万不因要创啥物上病都边啊尔，较紧啊，你敢知啊？一回来吼，讲我要甲厝卖掉，我想啦，伊讲吼卖卖了这些钱，伊要去住迄个养老院啦。我你一个三八哦，我虽然是阿姑啦，吼，我嘛咧甲讲啊，我讲我会甲你饲你一个欢乐啥？伊讲唔是啊，我遐风景足足水呢。啊，为什么要讲这個？为什么要讲这个？你敢知啊？伊遐一个月吼，住那边一个月多少钱？但去大遐哦，40000几块，一个月哦，40000多块，所以他必须把房子卖掉去住那边。我讲，因这些所谓退休的农民，因若不爱住配给的房子，因是有军眷翻修之后，他们还可以买卖哦。虽然是说是国家政府的，可是他们还是可以买卖呢。他们是买什么？那个权利啊，给他们住，给他们住，他们觉得住了没欢喜，要去住农民之家，可不可以？要不要钱？我要去住那里，虽然我输人呢，我都要开钱。啊，你政府你为什么不要开一个说本土台湾人之家？对不对？给这些万不行，如果没娶某的啊，是无嫁翁诶，对不对？老有所终嘛，你要一视同仁嘛，你要平等对待嘛，对不对？这些是健康的啊，你袂使讲弄一里干啦照顾哦，因遐所谓的美其名叫农民。我之前做滚绣的时阵吼，啊我还价吼，啊我有介绍来我看，啊你们来我看吼，我都。你也走不去，对不对？啊，都诶，尖叉叉的吼，啊，我就在电脑前就放我们影片，上课影片给他看，反正他也跑不掉嘛。啊，讲，他就来上课。啊，一开始他也不信呐。啊，那有一天吼，他可能心血来潮啦，嘛听我讲安尼，讲到那真诶吼，啊嘛真侪人我讲讲伊就要来安尼，伊就来啊。我跟你讲，一来吼，第一天再去上刷。下晡，伊就打电话甲伊某讲啊，老婆，你要赶快来上课。我伊一足激动呢，他很激动。然后回去之后，他马上又介绍他弟弟，那是跟他讲，跟他弟弟讲说，你先来办身份证就好啦。好啊，卡办再上课。结果，因弟弟就家己去上官网去看，哦，拍咱台湾民政府的官网去看。
看了伊就感觉讲，哥哥，我陪你来上课。啊，上课了有无？赶快，等伊就抓狂啊，抓狂啊！为什么？我告诉各位，我也在跟他讲，因两个兄弟啊，从小生活在哪里？眷村。因迄个眷村内底吼，都干了因迄口罩是安那本土台湾人，村里拢遐是啥中国人。啊，因就讲啊，因讲吼，逐个月上无两百以上，迄军用卡车就来了。啊，来了做什么？柴米油盐酱醋茶，即个饼干啦，即个罐头啦，即个米啦。卫生纸啦，拢安那配齐，拢配齐。在座各位，咱老囡仔咧读册，还是讲咱有读册，咱敢有开着？咱爸阿母啊，敢免拿钱？免拿钱的举手。你敢知影？因遐囡仔读册免钱呢？真的啊？啊，你差别有济无？有公平无？对啊，啊，因讲安尼哦，因自细汉，因就感觉讲奇怪，啊，平平拢是人，虽然讲的话，我讲因听无，因讲我听无，啊，毋过为什么因拢爱有物件通食，啊，有配给，啊，逐个月个领较济薪水，为什么因无？所以他们感受性是什么？很强烈，这是一点。第二，我头先有讲，因迄个眷村内底，甲你去考早安啊，是本土台湾人诶。啊，因两个兄弟啊，自细汉伫遐，会去用修理未？会不会被欺负？伊是无讲赢啦，我讲啦，一定会去用电啦，对不对？你两个安那拍，你嘛拍输人诶鬼。很多人啊，他是沒說這樣，但是我絕對合理，我們去推斷哦，他絕對是有被欺負，所以太多的這種不公不義的事情，在我所接受的，接受到的這些訊息，啊，不過我們怎麼可能做改變？沒呢，我包含我現在我有跟很多咱一寡遮个朋友啦，咧分享咱台湾政府的这个国际法理。啊，一开始我都甲讲到咱的遮个整个这个政治面，吼，咱的社会，啊，咱的经济，咱的教育，无一个讲比一支的啦。连包含恁家己中国人哦，伊嘛认为讲。真正这个马英九真正是不行，真的做的实在是太糟糕，真的是太糟糕。连您家己都安尼讲呢，讲真的，为什么会把台湾弄成这个样子？因为我先来讲嘛，你今仔日哦，你讲阿斗以前走路来台湾，这卖讲，你只要是第二代、第三代。你伫台湾食台湾米、啉台湾水，伫台湾这块土地咧生活，咱是毋是爱护这块土地？爱想办法，互咱伫这块土地生活的百姓会使安怎安居乐业、安定，是毋是安尼？啊，结果怎嘛咧？毋是啊，一直用一挂无健康的教育。无健康的历史，你甲咱教育，你甲咱洗脑，把人即嘛所谓课纲，啊，为什么遐侪人咧反课纲？那就是安尼啊！你明明都唔是健康的物件，你硬要甲改变嘛？真理总有一天会实现，虚伪一定不能长久。所以讲。在这个过程中间，我想我请教在座各位，我相信讲真侪人，真侪咱在座的朋友，一定有和我同款，
有这种心境。当你有这种心境的时候，你还没接受单面这位时阵，你怎么办？你只能够怎么样？啊，没法啦，啊，人都是安尼啦，啊，只能够过一天算一天啦，是不是都这样这种想法？对不对？你无可奈何嘛。一般老百姓来讲，就是无可奈何啊。所以我们以前叫我们骗啊，哎呦，咱就来算计，啊，算一个干嘛较好诶？啊，结果咧，一同一笼很烂的苹果里面啊，挑出来的虽然比较烂，但是还是烂，嘛无较好嘛。为虾米？因为内底拢烂嘛。啊，你烂又拣出来，嘛是烂，干唔是安尼？所以讲，咱怎啊？要拣苹果安怎拣啦？拣外口的嘛，拣打咩成熟的嘛。这都是台湾民政府。进前不足的时候要安怎？敢袂使想袂开跳楼，还是走去总统府头前泼汽油、引火自焚？袂使呢，嘿，嘿，自杀真恐怖呢。你若好好，你就知影哦。你若自杀吼，自杀一摆，假设讲你三十岁啊，自杀死。啊！你原本是八十岁才有退休阶段吼，你三十岁死哦，啊是毋过五十年，你这五十年哦爱关伫枉死城呢，啊，逐工啊啦，每天重复死的那个痛苦哦。你若跳楼，你就逐工跳楼；啊，你若吊倒，逐工吊倒。哦，啊，你若想引火自焚呢，你就逐工引火自焚哦。啊，你阁袂刷呢？你即马五十年关刷对不对？还要去到阎罗王那叫做审判呢？嘿，袂使，因为本身你袂使做这個动作呢，嘿，罪拢足重的呢。然后你自杀之后吼，哪怕有一天你再投胎转世哦，你会有七辈子都是自杀呢。啊，你看一直在恶性循环，那是足恐怖的代志啊。所以讲，咱是袂使自杀呢。啊，袂使自杀变安怎？啊，佮做主啦，你变安怎？无法度啊，我就安那去开吉布啊。因为咱台湾做些好山好水，可是吼。你没有开那种吉普车，你就到不了。哦，你可去到花莲啊、宜兰的深山啊、野溪来对啊那哇吼，啊风景足水诶。啊，只能够透过那种山水寄情。那在座有人做爱浸温泉无？有没有很喜欢泡温泉的？拢无哦。哦，好好。你唔知影，我有一届吼，我去一个迄个野溪温泉，伫个花莲啊，在花莲野溪温泉啊，嘿，啊伊个天然的呢。你唔知影，我伫遐会使呢浸五点钟吼，起来皮肤袂焦呢。你看那个矿物质多好。然后吼，那个晚上啊，因为都没有光害嘛，啊刚好有一块大石头，啊拢探刚拢无人的时候去睏吼。啊，我躲在遐呢，啊，仰望满天的星斗，然后听着虫鸣鸟叫，都可以过一种生活。啊，无就是啦，寄情于佛法，哦，祈求那种心灵的平和、安逸。啊，不过咧，你讲你看环境的中间，你嘛搁挑战物件，那搁做唔出来，唔知。然后为国为民吼，侠之大者。啊，咱干嘛讲？咱有希望来改变啊！啊嘛，希望说这政治也改变啊！啊，结果咧，你都有得出无路啊！你嘛唔知道要安怎？伫个今年二月吼，因为我知影咱台民政府来执政，房地产会崩盘，所以我本来在板桥那边有一间房子，所以在今年二月之前就把它处理掉。那在还没处理之前呢，是不是你储坑底下，你嘛袂使讲，干空空坑底下嘛，干唔是安尼？你嘛是爱等于看卖咧啦，是不是流浪汉走去啦，还是物件搬了去啦，还是有人伫边内底自杀，死唔知去啊？总是要等于看卖嘛。啊，我住桃园嘛，啊，我去板桥吼，我都会开那个纵贯线，哦，走那个龟山回龙，那叫万寿路。阿、啊、去
以前咱的新竹州的州办公室，就伫个万寿路甲茶砖路的路口，楼顶三楼，楼上三楼，哦，就在那个地方哈。去回来的时阵，因为对面有一个加油站，那我就停在那个红绿灯嘛，红灯就停到那边，我就看到哈，哦，哎呦，怎么这么招牌那么大？写什么？台湾民政府。哇，偌大地呢？膀胱做做偌大地呢？你们第一次听到台湾民政府，你们有什么想法？好奇，好啊！直觉反应是什么？会不会认为它是台独组织？对，嘿，啊！我想要想你啥？错，这是很大的，对不对？那你前咱的教育拢安尼嘛吼？哎、欸，咱拢知影即摆是中，哦，咱以前啦吼，中华民国的政府嘛，你那当时那加写一个台湾民政府。是啊，哎、啊，这想去心内想讲，哦，你这吼，唔知什么什么叛乱组织吼，哇，你连有国民党还连死啊呢？哎、欸，啊，佫经过过六个月安尼吼，哎、欸，啊嘛无代志呢，啊有一天吼，我高雄有一个朋友，哦，即马是高雄州红山郡的郡守，哦，姓杨吼，杨俊守，啊很优秀，哎、欸，就靠你甲我讲啊。哎、欸，吴明宏，我跟你讲，哎、欸，我今嘛吼，伫个我去台湾政府上课啊，上耍，啊，进来上课安尼。伊问我讲有听过，有啊，我有听过啊，我正在要过去的时候，我看到啊，哦，我就写写足大字安尼啊，系啊，啊，是啥物物件呢？他就跟我解释啦，解释啊，伊讲啊，讲啊，你唔好，你去上课啦，我甲你讲，你电话中讲袂清楚，你去上课。那个时候，我们心里面，我无想各位安尼好福报。伊随甲讲吼，啊，我随接受。你一方面无闲啦，一方面留你讲，啊，哎，唔知什么什么东东吼，那万不然我了爱关下了衬衫吼，我还无见面怎呢？哎，怎来安尼想嘛？虽然是未啦，因为咱嘛咧看嘛，因为较久啊，无代志，根本无拆掉，应该都是无代志啦。啊！就陆陆续续安尼，含妈讲，陆陆续续含妈讲，含妈讲，含妈讲安尼吼。一直到有一天，伊呐足不耐烦安尼，啊就敲电话来啊。伊讲吼，唔、哦、好，我跟你讲，你若敢吼，不爱去台民政府上课，我跟你讲，朋友到这为止，卖做朋友啊。我好啦好啦，你卖拜啦，我来啦我来啦，我想讲吼。以公家将你啊那慎重，将你啊慎重其事，就代表说他一定，因为这个人，关键的朋友，他是很有 sense、很有想法的人。伊安尼甲他讲，就代表讲一定是值得怎么样来看看。我以前伫外口虽然咧看诊，啊，那可是我有在。是到处在演讲、哦、有关于医学这方面、啊、健康啊、漂亮啊、减肥啊、塑身啊，这个才是我的专业哈、哦。讲法理其实不是我的专业哈、哦。那我也上过媒体、电视，然后这些都有。那时候我以前很忙，然后也要到甚至要到国外去演讲教学，那其实我也很忙哈。哦那当然就一直给他推推推推，到后来实在是不行，伊都安尼讲甲哈尼啊严重啊，要绝交呢。我做朋友吼，要安尼一二十年无简单呐，所以我很珍惜跟这种好朋友。然后我就来了，咱今仔是初级班对不对？我是从高级班开始上，因为迄礼拜都高级班。我爱就讲啊安尼啊对不对？啊来来来来，听话卖安尼啦。啊一开始吼，我就坐在最后面，为什么？因为通常有个师字辈的吼，尤其是咱个伫外口咧演讲啊，有咧创啥会吼，就较会安尼自以为是，
哦，啊，咱认为讲家己计较安尼无？啊，来坐你话，坐你后边啊，就这个动作了。抱胸这个动作代表说什么？他不尊重讲师，不耐烦。为了看啥？意思讲，看你在比什么棒，看你在攻啥会。那时候是想法，一开始想法是这样，反正啊，然后叫我来啊，来啊，我就来啊，来了解一下好啊，来听看卖好啊，啊，看你在比什么棒，葫芦里卖什么，卖什么药啊？哎，你知道东西安尼嘛？想法是安尼啊。啊，不过吼，当然是你没上过初级班吼，没有经过初级班的洗礼，其实很多东西你听起来会连贯不上，你知道吗？可是吼，啊，不过那有淡薄啊知识啦。啊，过来，我对这以前的历史吼，我有做注意啊，因为从以前我就觉得很多东西我听到的跟他们讲的其实不一样。以前拢讲教育讲你不能外卖都外卖啦，做阿爸啦、垃圾啦、中间查某啦，安怎啦？啊！结果我听到老一辈讲的，那讲到日本人拢管啦，拢逼自己的啊。那以前就有这种疑问啊。然后那时候来上课的时候，讲师就这样讲。我发现哦，不一样嘞。这个才是真正可以让台湾有出路的方式呢，的方法呢。然后那时候就真的把心沉淀下来。开始做笔记，记录讲师所讲的重点。我很会做笔记啊，你要记重点。然后结束之后，后边我咧卖作者册，好卖作者册。啊，迄阵我就赶紧把《新台湾论》吼，啊，就买回去看。安尼，我咧讲，我含我介绍迄两个同款，所以讲吼。你什么人？你有介绍什么人？你怎么？我听我的阿公，为什么？找到希望，看到未来，因为这个叫啥？真理，这就真理啊！这才是正讲，让咱台湾会使国际地位正常化，让咱台湾会使和国际接轨，能够在国际发声，这个才是我们所需要的。在座各位，咱头拄仔有讲到讲，咱所处的环境是一个不公不义的政府所带来给我们的痛苦，对不对？前几个月啊，是不是陆陆续续发生什么案件？社会事件？什么案件？割喉案，有无？啊，为什么因这人去把这个小妹妹、小弟弟割喉？为什么？只是因为伊找无头路，伊找无头路，伊感觉讲安尼无我来互政府饲，我来互关食免钱饭。啊，毋过叫伊家己自杀咧，伊阁毋敢，因为惊痛。啊，因阁知影呢，啊，无紧啊，伫台湾吼，即个法官，我若抬一个两个也袂死刑啊。你知道人的脑部哈，供给脑部的血管的主要有四条，两条颈动脉，后面有两条椎动脉。人，你看哦，你对一个迄个无含你无完无休的囡仔，你怎安尼个挂落去？第一个，它会不会产生极大的疼痛？跟恐惧，会不会？会哦。啊，过来哦。你把颈动脉割断了，你看不知道这个压力哈、哦？你哪摸你摸等于起呢？你挂开去哇哈！我讲哎会哈，想摸转四公尺，有那个心脏的压力啊，大概可以喷四公尺。所以讲，无外久我讲，你哪割喉的拢，只要割断颈动脉，一般都无救，做几分钟都无救啊。毁了转了去啊！过来哦，是不是他会把血管割断？血管割断，你是不是会吸不到气进来？你看，吊倒死的人吼，为什么喙齿都会吐出来？
哥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你上吊啊，脖子挂上去，我只要用手拉着，把绳子拉起来，拉开了就好了吗？真的每个都那么死前那么坚决吗？为什么不做这个动作？当有人给你捶阿妈棍的时候，你会不会挣扎？会不会？这样有没有正？有哈？有靠下崩，有下崩掉。为什么？因为当你这边是脊椎神经哦，我们是不是身体有重量？绳子一套，一拉一拉一扯，整个这个神经，整个脊椎会拉开，你手就无力啦。你把他救都救不起来，啊！伊要细进前吼，你肺部怎么样？缺氧，所以会感觉上怎么样？像火在烧一样。所以你被割喉死的啊！第一个，伊无血，身躯是毋足冷，因为你无血了，你无咧循环，身躯会开始冷啊，好像进入冷冻库一样，会很冰冷哦。然后再加上整个那种死前的那种恐惧，啊，过来细胞就安那像火在烧一样，哎，还是偌残忍呢？只是因为伊要想要去吃免治饭，发生台南迄个事件了，我就讲啊，台南政府咱也无赶紧执政，我跟你讲，这种割喉案怎么样，会越来越多。捷运的杀人事件会越来越多，啊，有影啊，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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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咧三星啊，这怎样啦？和政府有足大的关系。那问题产生在哪里？咱开车是不是会走高速公路？对不对？对不对？前几年是不是有发生在这个北二高？好像靠近金山还是哪里？有没有？是不是因为走山？对不对？有这种印象不？是不是压到很多的车子？不，直接整个这样走山，直接活埋？为什么？因为那个叫顺向坡。那顺向坡，他们只是用地锚抓着而已哦。那刚咱阿公，因为既然是顺向，是不是他会往这边滑动？你阿个右对不对？你乃咱阿公，伊迄个所在会使动偌久，袂使动偌久？你唔是讲哦，你这条路要开就要甲开，啊要甲拗就要甲拗呢？其实那个有很多整个。环评啊，然后国土的整个灾害的一些评估呢，不是说你要走就要走这样呢。可是目前这个中华民国的流亡政府，他问题很大出在哪里？都是怎样？跨部会。他不是说、哦、我要做这个事情、啊、什么人决定了，还是说对决定了就可以了，他就一个这个啦，一个这个啦，一个这个啦，一个这个啦。那其实真正专业的，他们也不见得听得下去。等到有一天，好不容易整个跨部会整合了，决定说我要做了，可是呢，又遇到什么问题？蓝绿恶斗的问题。那侬知影嘛？当朝沿海有无？当朝布地分林，是不是因为哪抽地下水，过度抽取地下水，对不对？是不是导致海平面怎么这样一直升高，陆地一直下陷？啊，你这个问题你没赶紧解决不行呢。前几年啊，好不容易哦，跨部会整个整合通过了，决定讲要来安那做，啊，要给他预防这些事情，让他继续恶化。无你今嘛你告诉你呐，地震啊，啥引发海啸，规个整个云林嘉南平原都无去啊。这是很严重的事啊，啊，结果呢？因为怎样？都，你现在中央要做对不对？地方
告诉讲，这个换头的人是民进党，伊就不爱让你做啊。安尼伤害、长期要损失的是啥物人？有个百姓。我请教在座各位，咱住伫台北地区的请举手。台北地区啊，拢无哦，在站。士林啊，北投啊，大同区啊，中山区啊，信义区啊，拢无大家。板桥、沙田埔、五股、罗州、新庄，够大几个所在？无我甲你恭喜。为什么你毋知啊？因为这几个所在吼，拢是安那整个断层带，然后加上本身土壤异化，吼，加上土壤异化的关系啊，只要是一发生6.2的地震，刚6.2的话哦，外公，因为土壤异化的关系，至少会升级到那种程度啊，会超过7级。所以到时候至少会有4000栋以上的房子会倒塌。都以前不是这种钢骨结构的，这较古早的这公务哦，因为土块的关系。啊，这东西你唔好当作讲未发生呢。在座各位，咱敢有希望发生？拢无希望这种代志发生嘛？可是谁能保证说它不发生？有没有道理？谁敢保证说这两天的台风不会进来？谁敢保证说不会发生这种地震？但是我们怎么，我们能够做什么动作？预防吗？不是预防地震哦，而是预防这些房子因为老旧、因为土壤异化的问题，万一有一天它发生这种地震了，是不是会引起到太多的、太多的人民的伤亡？啊，那个时候你再来救灾吗？那时候到时候不就不是几千人呢？那可能就是几十万人呢？你怎么救？4000多栋房子全部倒塌。921的时候，是不是正央跌南投几级？7.2级嘛，对不对？台北4级嘛。我迄阵啊，住伫新庄，阮边仔的博士的家，伊迄都是头工检料啊。尾后伊咧倒落去吼，我有去看，迄真正夭寿棍呢。咱以前，咱有看过人起厝无？是那白铁机对不对？啊，白铁机中只灌啊那南麻孔嘛，吼、哦、水泥嘛，对不对？我告诉各位，迄真正建商真正夭寿。伊用迄种油桶有无？人做行李的沙拉油油桶啊，内底钱布纸，啊怎啊个？啊个贴，啊边啊有无吼？只灌南麻孔。啊，原本只卡叔讲，梯啊来只大机的，我讲迄梯啊拢安尼尔。哎、欸，迄要几十楼的呢？啊，伊迄伫个二楼吼，二楼只有4根柱子。啊，二楼大概300平哦，用一个类似文康中心。结果伊他妈油搁切了料，靠近外面大马路这边，里面中庭这边的2根柱子倒掉，是不是怎啊鬼合落去？你困的时阵有无吼？你就再见了。甚至很多人哦，根本连找都找不到。原来是不是鬼合落去？啊，是不是抹下去？对啊，你根本就含规个含些石啊，什么货，规个拢混合社会嘛，你来找我，这是谁造成的？你给那政府，你哪不是官商勾结？你的检查如果真的很严格的话，会发生这种事情吗？这种政府不用负责任吗？对不对？那难道我们还要继续让这种事情发生吗？
如果我们继续还渴望说他们会改变，不可能。为什么？他们都为了什么？自己的利益，为了政党的利益，为了私人的利益。他不是把百姓的生死，不是把百姓的生活，不是把这个社会安定，不是把这个教育好坏放在什么头前嘛。所以我们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什么？会为百姓设想，对不对？为人民怎么样服务？那要做这些事情，难道没办法吗？可以，很简单的呀。因为未来，我们台湾民政府它是三权分立嘛，不是分三级啦，中央、州、郡，就是这样而已。一切的整个法案的执行，未来会在众议院把这个法案推出来，经过参议院审议，经过之后交给州，直接交给郡就去办了，就执行了。干嘛需要个跨部会？干嘛需要个让这些人贪污？各位知道什么叫追加预算吗？我用全世界给我们打我的追加预算，你要编列预算嘛，对不对？我们有开车吗？买过车嘛，齁。好，我们买车之前是不是我们去看啊？这车50万，这车60万，这车100万，对不对？啊，是不是我要买这车，我有那个预算，是不是？好，假设我要买60万的车，我可能要自备款20万或30万，其他贷款，或者说我要现金买卖，是不是这叫预算嘛？怎么可能我买了之后呢，这个业务在跟我讲说，不是哦，你买这架车吼，要70万，搞这个代志，无嘛？啊，无为什么咱台湾做这个代志？很多公共整个建设啊，这些工程都什么追加预算？白白的起合适，你在泰国，对，泰国1500亿，因为泰币跟台币差不多嘛，那1500亿都起好啊，那追加已经到3000亿了呢，而且乱七八糟，这边弄一下，那边弄一下，那边弄一下，然后再找美国背书，当然美国不可能给你背书啊，更何况。台湾真的有需要核四吗？哦，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问题。哦，为什么需要？为什么不需要？好，我请教在座各位，核四可以经过公投吗？核四可以公投吗？为什么不可以？第一个，根本不需要，不需要。我跟你说，咱现在核能发电在整个我们总发电量就20几%而已呢。不是说你占大部分啊，你要它干嘛？这是一点。好，假设说非必要不可，这种可以诉诸公投吗？老百姓有多少人对整个核能发电了解的？你这是足深足深的这个学问呢。你政府爱制定的是讲，真正是对百姓的民生是上什么是上好的？安尼你就要安那找这些专家、这些专业人士做报告。评估之后，什么是最好的，就是提出来做嘛，是不是安尼？啊，无你一时啊要安尼，一时啊要安尼，啊一时啊就要追加预算。比如讲100块会使做的物件，为什么要追加到200、300？因为啦，我会发包嘛，对不对？好，我标到这个工程。哦，我标到哦，哈，啊，你是某某官员，对不对？你就跟我讲说你要这样子，没啥子怕，
啊，我是不是 无形当中我的预算要增加多少？30嘛，对不对？好，那我会不会再发包给下一个？会不会？啊，他一定会遇到像我这种情形嘛，对不对？所以说是不是有可能原本100块做起来的事有可能变成300、400？好，准讲100块会使做的代志，到尾也剩偌济来做30块，无法度啊，七十块啊呐，拢红提起啊，回扣啊，拿走啊，对，啊，对家这个钱为对来，咱老百姓的纳税钱啊，希腊是不是伫？几年前宣布倒闭，对不对？国家倒嘛，吼，含冰岛同款嘞，含阿根廷啊，系啊，阿根廷，你敢知影？即马敢那存，唔知存一项什么，敢那剩一样是公营事业哦，无存嘞，敢那叫庙民间去啊呢？冰岛嘛同款，希腊嘛同款，你敢知影？希腊。2000条，伊就宣布倒闭啊呢！你有没有咱台湾的公债、国债偌济啊？2500兆。所以讲，即马出世的囡仔，为什么即马生囡仔愈来愈少？你第一饲袂起嘛，第二教育足悬嘛，伊免来敢生。啊，过来生落来就安那，负债啊！对不对？迄个你把肚内底，你就知影讲哇，我死啊！我阿未出事，我就赔过60万啊！迄个衰啊！你知影？迄个无法度的代志，无人研究，我唔做出来，对不对？卖钱卖出来，你就赔过60万啊！啊，过来你看，咱今嘛有一寡助学贷款的有无？哎，你一毕业了，你爱赔20-30年呢？因为乎你一年尔，第二年开始，你也开始拿嘛呢？啊，你即马一个月赚偌济？即马是讲22K 对不对 ？No， 22K 是再加上这些退休的这些你要18%的呢，即个你要终身俸的呢。遐是安尼男男加加男男加加算算的总平均才是22K 呢。你若扣掉，既然你要终身俸诶，既然你要18%诶，哦，比如讲咱即马在做，咱即马有20几个，对不对？吼、哦，其中那全部弄你啊30000，准20个是毋是都平均60000？哦，他说60万嘛，除以20，是不是平一个人3万？对不对？可是这当中有可能有人一个月领10万呢、啊，有个领5万呢、啊，有领8万呢、啊，是这样总平均下来之后除下来的，对不对？那这些人占多数还是少数？虽然是少数嘛，了解我说的意思吗？可是呢，虽然是少数哦，可是它会影响到整个这些 GDP 啊。我讲这有可能。恁听较无清楚啦，啊，无要紧，恁阁想看卖啊咧。哦，唔是讲因讲的安尼，哦，22K， 我看哦，可能20K 都没有，20K 都没有哈、哦。啊，现在8点了，我们休息10分钟，好不好？好、哦，啊，我们8点10分，我们再继续上课，好不好？好、哦，谢谢各位，谢谢。